欢迎各位再次收看《福布汽车的变形金刚》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393集的节目。我们今天的话呢，来给大家分享，这是一个属于大黄蜂个人系列的玩具。其实我前几天上个礼拜给大家做的那一款赛星形态优孚形状的 Bumblebee 呢，它也是属于这个系列啊。那这个如果直接翻译的话，就是令人瞩目的 Bumblebee，就是再一次直接。证实的说呢，这 Bumblebee 呢，应该是就是所谓的官方的亲儿子吧。再过几年，大概胸口都可以拿出领导模块了啊。那么它是这一款的话呢，它是这个啊，说明书就可以看一下，它是 Bumblebee 还有 Spike Weewiki 啊，所以它这个附带的这个小人是史派克啊。我本来以为是不是丹尼尔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啊，这是它的一个合会，合会还是很漂亮，没有什么问题啊。然后这个老脸来看呢，确实应该是史派克没有错了啊。那它是一个类似奔跑在一个好像火山爆发的一个地形啊，这看上去是比较像 Kingdom 系列的一个插图。那先行我算是真的是没注意到啊，它是真的是一个大黄蜂个人独立的一个系列。那它是级别的话，在台湾的反斗城是做基本战将啊。那么呢，这个系列好像就是有一些是旧模的 Bumblebee，有一些则是新模。那这一款好像是前几天刚上架没有多久的一个。那我个人的话呢，就是因为它价格很低，网拍的价格大概台币375块钱左右啊，算是非常非常便宜的。基本上也就是扭蛋机跟扭蛋的价格也差不多。现在有时候如果像这种造价的，这叫你可以还可以变形这种扭蛋的话，大概一颗台币可能200块钱也跑不掉了啊。那我们就再多个100块钱什么的啊，就买个包装纸、包装盒，对不对？这个反正扭蛋级别的玩具我也就不要求太多了。那先给各位看一下啊，它这个玩具其实比先前的这个 Commander Class 感觉体型再小一点，零件数呢也没有比较多。那买它的话呢，纯粹就只是就顺便买，因为我当时在那个卖场还有买其他的东西。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这个 Spike Weewiki，那没有印出任何的脸啊，然后它的可动呢只有手啊，这个地方可以掰动哎，脚的话呢，这个以下是完全是卡死的。那它的一个变形的话呢，就是说呢，把后面这个飞行背包啊这样往下一折。然后原本站立呢，现在让它趴下啊，它这一个变形就算完成了。这个就是它的一个载具的形态啊，太纯白了啊，就可能细节看得不是很清楚。那没有其他可以动的啊，千万别指望啊。然后我是觉得这种，反正这种我是不敢穿的这种护甲，然后变形成这样了啊。要我的话，我是不敢啊。这个看来所谓的高科技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什么很安全的感觉。那这个啊，就好吧，就扭蛋级别嘛，我们也不要求的太多了啊。那这个大黄蜂的话呢，它是附带一把手枪，那这个手枪的话呢，握在手上当然是没有问题的，胸口非常显眼的 OPPO 的吧标志，G1 的脸孔，而且这个脸做的还蛮像的，银漆有点小廉价，这个不是很漂亮的一个银。那后面的话呢，脑袋的话呢是有点中空啊，后方一些空洞处，给各位做个简单的小展示。那也可以很明显看得出来啊，身上多处的球形关节，包括这里，所以它的一个可动来讲的话呢，就是可能还行。那腰身无法动之外，其他大概小玩具能动的地方，它差不多也都可以动了。那没有接地，比较可惜。那头可以动啊，这一点就是比较让人家有点小兴奋啊。就是我一直以为这么小的玩具，它头不动那就算了。那它的一个人形态的话呢，正面来看是橘万的样子没有错，但是它后面多了这个小翅膀。啊，电影系的感觉好像就冒了出来。那实际上的话呢，就也很难界定它到底算是哪一，还是比较像 G1 啊，只是就是多了这个翅膀。那它的一个毛病就是在于它的一个手臂啊，这个地方啊，球形关节，而且它的这个变形的时候呢，这个横杆的连接杆的部分过短啊，有时候掰着掰着的话，在变形的过程中呢，是容易去松脱去掉落的啊。那因为太短的关系，滑出来这种事情。就应该有些人知道吧，我是不是很清楚啊？就我不太喜欢讲这些东西。然后的话呢，把这个身体往后面退，脚至少做个简单的一个收纳，到这啊，变形还算非常流畅的。再来的话呢，后面这个盖板先往后推一些啊。然后呢，内侧的这个连接杆这一块部件啊，这一块部件是要往内推进去的。首先翻下就往内是推进去，推进去之后的话呢，这里我们把它的这个
这样推进去，然后我们把手臂啊从这个地方做一个结合到这里，主要是这个卡扣把它给扣进去，然后这个地方记得是要将它给往内推，我太怕它掉下来了啊，不太敢推啊，到这里还是要往内推进去的，那这个手臂的话这里也是一样，往上你看到啊，往上推到最上面去了，然后呢就可以把这个凸跟这个凹槽做个简单的结合，好，扣上之后呢。我们呢，再把这个部件往下翻，翻下的时候呢，先扣后面好了啊，先把后面这个地方给扣上。好，然后呢，这个地方的话，它是有个咬合的啊，这里，啊，前面这一块咬下面，后面这个凸咬上面，这里扣进去，这边也是一样，都扣进去。那扣进去之后的话呢，做个简单的一个往前面推的一个调整，稍微推一下，推一下的话呢，这个轮胎跟前面这个黄色部件中间这个缝隙呢，才能够露出来。如果你没有推这一下，有时候轮胎会跟黄色的部件呢会卡在一起啊，那就会造成后轮是无法滚动的。那最后的话呢，这个手枪可以完美收纳在车底。好的，那它的滚动性呢，算是近期的玩具里头呢给我感觉最好的一个啊。这个呢，有没有觉得很感动？那为什么会这么好呢？因为它有一块珍贵的合金部件，打了个铆钉。对，它的滚动性呢，一整个就时速的话呢可以。大概上升了300公里吧，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铆钉的一个设置，就是真的推起来你就感觉就不一样。你看，轻轻去推一下，你就觉得它有一个大家都是载具啊，你也别站着了啊，Spike Weaving，妈妈你趴着吧。好，这个呢就是这一次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令人注目的大黄蜂系列。但是呢，让我觉得很纳闷的是它的一个载具啊，首先你看到啊，小玩具我们先不计较太多，但是它身上就是你看到没有，这个非常多的坑坑洞洞。我是不知道它有没有致敬到这个现实生活中哪一种车辆，但是显然呢，跟我入坑也不是很久嘛，就是大黄蜂的这个真人电影啊，或者是独立电影啊，或者是这个橘网的动画片里头，好像都没有这种型的这种车子吧，大黄蜂好像都没有变成这种车辆过。OK，所以我觉得这一款到底，它的卖点在哪里呢？我真的不是很清楚。对我来说，只是一个做开箱的一个素材。然后因为它是一个扭蛋级别的价格啊，就利用这一集的话呢，给大家做一个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的一个分享吧啊。那就谢谢各位这一集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